杨秀慧凭借直接呛辣的风格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她，31日深夜却突然po出两张超音波照，并写下恭喜我吧，满3个月再公开。贴文在网上曝光后也立马引起讨论，除了迎来一片祝福外，大家都开始猜测孩子的爸到底是谁。不过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超音波照片上写的是柯小姐，并非杨小姐，因此质疑照片的真实性。不过杨秀慧并未回复，可能就像贴文所说的，要3个月后才会知道，实在是相当耐人寻味。而好友虫虫看了则幽默笑说，我要同时恭喜白云哥了吗？